国民党中央日前宣布，将于5月3日在上海举行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又称为国共论坛。但党主席朱立伦会不会率团前往？论坛结束后会不会转往北京与习近平会晤，都在未定之天。然而周二下午，筹办国共论坛的相关人员向本台证实，朱立伦已经定下了5月3日台北前往上海，以及4日晚间北京飞回台北的机票，同时也证实目前接到的信息是朱立伦将和习近平见面。根据台湾媒体引述国民党党内人士表示，朱立伦将待在北京超过一天的时间，这一天中渴望依循往例到西山碧云寺国父孙中山的衣冠冢祭拜，甚或可能参访和当年五四运动有关的地点。对于朱立伦访问北京的传闻，朱立伦周三下午到新北市议会报告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论坛的行程目前还在安排中，等到确定后会再向社会报告。媒体再追问朱席会的相关细节，朱立伦说确定后就会公布，而现在还没有确定。为什么朱立伦对于朱席会持续保持低调？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国共双方还在就细节部分进一步磋商，所以仍然没有办法对外公布有关消息。但国共两党都在努力促成朱席会，让一切进展顺利。只要细节谈定，本周就会公布。相关人士也说，九二共识的边际效益也是会递减的。外界都认为两岸政策是国民党的强项，但如果国民党无法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包括新的论述、新的愿景等，那么这样的领先优势将会越来越小。日前正式宣布投入国民党总统党内提名初选的洪秀柱也赞成国民党应该提出新论述。他说，九二共识确实是国民党长期以来我们的两岸之间交流的一个共识，但是九二共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它好像已经碰到了瓶颈。这个瓶颈要不要跨越？若这个瓶颈不跨越，而目前我们所面临到这个困境，洪秀柱也举例指出，两岸交流创造的经济效应好像没有办法扩散为政治上的和解。另外，政治交流所得到的利益也让人民觉得好像没有公平分配的感觉，而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洪秀柱因而期许，那么我们也希望说朱主席他这次能够参加这个国共论坛，他有一番他新的一些见解或说法，那么看看这个对岸有些什么样的回应啊，我们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此外，为了纪念莲湖会破冰之旅十周年，中国国台办海研中心及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将在本周六合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国民党将由副主席郝龙斌率团出席，并且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海协会前会长陈云林等人见面。这场会面被外界视为朱席会的暖身行程。自由亚洲电台李彤，台北报道。